那时候哪天没耍废？没有，今天特别不想讲话。天气很好哎、欸。天气很好啊，但现在那个疫情这么严重，应该要在家睡觉才对。所以今天决定带汪汪去空旷的地方跑一跑。啊，对吼。怎样？因为那个什么，汪汪他剪了新造型。对啊。对吼，我忘记了。可以看一下汪汪的新造型。他这次剪完毛之后，非常的活泼，好像是那个年轻了10岁的感觉。跟我一样吗？哎，对耶，跟你一样哎，你两个都剪头发了。对啊。然后就感觉好像都年轻10岁。没有，之前不带他去是因为每次去剪完头发回来身体都不舒服。对啊，可是他这一次很神奇，他这剪完之后精神超好，感觉有点像回光返照。这一次我们是去他的兽医附设的医院附设，对，他可能用比较温和的洗毛巾，因为他之前去别间洗完回来都很累，然后感觉是不是有舔到那个洗毛巾还是什么会吐的感觉，所以这一次目前看起来好像还 OK， 还 OK， 而且他洗的时间很短，他一个多小时就洗好剪好。就把它盖起来，盖起来之后，然后这样抽出来，这个会掉下去，这样就不会抽。开心吗？厉害吧？开心吗？便便在这，那便便在这。要买它专用的袋子。对啊，没错。觉得坑爹。咪咪呀。喵喵。喵喵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嗯。喵喵。喵喵。喵喵。倒车镜头是我看过最大的了，浮夸，超浮夸。那那边是臭猫在舔它的手，坏猫，坏猫，欺负小猫的坏猫。山水绿生态公园，是这个吗？嗯，好快哦。大概3分钟就到了吧，从公司。代理啊，我平常上班的地方。不行不行。哎，赶快起来，本日修缘。哦哦。哦哦。
本日休园的。好了，娃娃，我们是要回家了。今天的周日结束。姐在这边干嘛啦？哦，一段剪掉。留着怎样？剪掉。留着怎样？好吧，娃娃，我带你游车河。今天是特斯拉。游车河日。哪里有河？车河。车河。说车就像船一样，路就像河一样。有，我觉得这台我坐会晕车，不能看手机。那就不要看手机。我没有看手机呀、啊。那就好。快点。医生，我每天早上起来腰都很酸，那就不要起来。这么好。啊，医生，我早上起来都会头痛，那就下午再起来。被克服是医生，哇，好多人都骑重机。对啊，所以疫情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买个车啊，买个重机出来绕一绕？对啊，至少那个上司来的时候逃一逃比较快。哦，我觉得上司来了骑重机可能会逃比较快哦。屁咧，骑重机会被上司抓下来，好不好？你开车遇到上司还可以碾过去，你骑车我看怎么碾。那你要看你开哪种车可以碾。随便什么车都可以碾。是啊。对啊。大学也可以碾。都可以啊，少年啊。好啊，那你下次可以实验。先来两只上司再说。先来弄两只上司来。去哪弄？请问一下。看深坑老街有没有人？深坑老街应该没人吧？停车塔118个位置应该是没人。普通礼拜天的停车塔都满的。到了，啊。看台湾人多会防疫，最近那个不是都在说哦，什么捷运站都没人什么的。看一下，好吧，我不能靠着开车。好像没什么，没什么人。我有的觉得说你跟我在一起非常的没有精神，软趴趴啊，不然放松啊。怎样？要讲脱口秀了呀？没有，那讲一下我的那个认识过程哈。不要。感觉很多人就是在问，然后我们上次我说很丢脸没讲，然后有人就说，他就只有说很丢脸没讲而已。对啊，怎样？吊胃口怎样？那因为这一集实在是太松散了，应该可以讲一下。这一集没有，每一集都很松散啊，哪一集不松散？这一集更松散。不会啊。那没事做，刚一帮猫扫大便还没事做，然后呢没了。开特斯拉出来游车河还没事做，现在是疫情时期好吗？非常时期，所以要注意安全。我们只能开出来绕一绕，关心一下台北市的状况，好不好？没事千万不要出门。如果要那个封城的话，猫啊怎么办？猫就给淡淡的那个。家带回家养哈，你知道吗？我刚上 PPT 竟然挤不进去。对啊，我也是啊，我挤不进去啊，夸张，超久的，夸张，我挤个几次我都不想挤。你很少上啊、哦？很少上了，我现在大概三五天才会上一次，而且上去也只是看一下门说我坏话而已。这么无聊。啊，无咧？没有啊，看一下他们在讨论什么啊。我上去我都会。妈，那个我跟你讲，看久了就觉得很无聊，好不好？我觉得都是一些、啊、很好的人类。一上去就要开始先看婚姻版，再看八卦版，然后再看这个叫什么 eShop 版之类的，我知道网路购物版。我知道车版晃一晃我就走了。别的版啊，你可以看笨版啊。以前我会看比较多版啊，现在懒得看了。不过我现在连那个现在 D 卡也会一起看。我以前会看健身啊，会看手表的啊，然后八卦版啊，然后那个拉拉版啊，最好是有看拉拉版。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彩虹版啊，甲板。甲板是什么？甲板是船的。彩虹版没有啊，第一卡的话是彩虹啦，我不知道，我忘记给你什么了。我之前在那个 gay 版上面看到比较好笑的，我们这边的那个上位也是。
点而已。哦，我在很多。熊竹天菜，你能嘴？在超多。你敢嘴？没有，我觉得泰山是男女通吃哎。不行啊，那减肥一下，那越胖。就很懒，很懒得动的感觉啊。明明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人。对啊。看起来应该是打扮起来应该还不错。对啊。然后整天就是把自己弄成这样，老累了。不想动。没有没有，他之前有挣扎，你忘记了？他有买跳绳、啊，对，他之前有买跳绳，没看他跳过啊。他说他带回家跳啊。他带回家跳，楼下不会抗议哦。然后人跳绳在家里跳的啦。那搞不好是买那个回去绑他女朋友的吧？重点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。紧缚 play， 你猜有没有开？我猜。我猜也没开。我猜有开。我猜没开。他晚上会关起来吗？我不知道。他搞不好没有。没有，晚上这个旁边都窗户，你要来啊？不然像这种晚上来啊，要不要？不要。跟有没有做坏事？没做坏事就不会让你看呐、啊。不是，他只是经过而已。他才不想让你发现呢、欸。又不是喵喵想让我发现，喵喵才会想。自以为人家想要出现让你看。就刚好频率对了。没有。感觉对了。我要出发。嘿嘿。关门。关门。哎、欸，有个小洞。关门啊，然后小洞。好像是关门的意思。对啊，是关门啊。那上面可以上去、欸。先让汪汪尿尿在这好了，好，汪你只能在这里跑了，好、啊，好不好？下车喽。被扎起来了。不受控的小狗。好啊。超不受控。用走的。好了，汪可以回家了。好了。你今天有到草地了。啊，拜拜。地址的。过来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娃娃，他想要下坡了，不想上坡。邓小丸，邓。但走啦、啊，好了，只赶在外围而已。因为他今天应该是也是休园的状态，不过很多人跑到里面去。我要在这边打小报告。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？我在外围哦，外围小草皮而已，他们都在里面的那个很深入的地方。他们都可能固定会来这边带狗狗玩吧。多人遛狗，可是我想要先去信义区。好啊，不是你去信义区。信义区，我们来看个信义区在干嘛？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个台北的人都这么的合群。我有看到，就是啊，那个新闻就说那边都没人了、啊。有捷运站啊，什么很多照片，西门町也有啊，都空空荡荡的这样。我去验证一下是不是打得那么怪。我真觉得它的那个玻璃真的超无敌延伸呢、欸。延伸到头顶上，很延伸哎、欸！你看，我可以拍天空哎、欸，可以啊。还是说你之前特斯拉那一集就有拍过天空这样拍？没有，我只有拍这个，不要玩这个。哦，这是前车主留下来的吧？对啊。我觉得这冷气没有很冷，所以他应该是他也受不了。哇，真的没车耶。很空哎、欸，还蛮空的。走，但还有人想要这边的违停，违停在 Apple 前面。哦，大概十个人吧，目测算很少了哎、欸。那、还有街头艺人吗？应该没了吧。不过这路上真的是没什么人哎、欸，对啊、因为它是平常最热闹的路上，真的没什么人哎、欸。华纳维修这边真的没什么人。那要拍这边的对走廊，有人吗？中间这个平常都会没人呢。哇，我连街头艺人都没有。那没人哦、没有街头艺人，我去101看。台北 101， 哇，这都没人呢，里面都没人呢，保安公司里面也都没人呢。
所以新闻没有骗人，是真的没人，真的封城。哇，你看又没人了，哇，现在逛街一定很爽，可会被骂死。我们要逆向思考。对啊，你看下去，哇，衣服店都没一个人在看衣服。可以买个天人茗茶喝喝。天人茗茶有开吗？有开。你要买吗？要。那下去好麻烦哦。对啊，不想跟人接触。对，不想。哇，总之就空哦，那几乎没人在做呢。超空的。哇，车祸。哦，有人倒在地上了。有人躺在地上了。好的，你看我跟你讲，生意最好是披萨店，好多人在等。外带。好了，我们采购完了。在山下采购完了。对，我们通常都会在山下采购完之后，然后再回山上，然后说就再也不出门了。对。但是其实隔天也要出门。我都觉得家里好像旅馆而已。现在已经那个快变成防疫旅馆了。我们这边很适合，因为有点那个与世隔离的感觉。对啊，不跟人家接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个大家要小心防疫，被骗，好吗？因为这礼拜那个没有办法太个人出去，跟避免与人的接触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。不过戴口罩的那个几率还蛮高的，我们这样今天整天这样下来，大概只有看到三四个吧，没有戴哦，四个哦，五个，我今天看到五个，有三个是老人。嗯，他想说别人有戴吗？然后有两个是年轻的，嗯，也戴口罩，我今天出去当纠察队。年轻人两个，我有看到。好，好了，再见啦。我们现在要回去吃我们的刚刚买的米粉汤。大家就说哦，你们好会吃哦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就不要排全部。我们是蛮会吃的、啊，稍微有点饱了，我觉得还不错哦、啊，我们还算会吃，可是也不至于像大胃王一样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是一整天没吃的关系。哦，真的，肚子超饿。因为一天没有吃，然后所以才会吃比较多。我现在饿到可以吃掉一头汪汪。好残忍。好饿哦。哎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先提前帮那个米粉汤评几颗星嘛，因为这我们常常吃的。这常吃啊。对啊，所以你要我的话一定是四颗星啊。我的话也是四颗星。对啊，就是必吃啊。因为它这真的很好吃。它的汤头在变态。它的米粉汤，然后加贡丸，要加贡丸，超好喝的。对，它那汤头真的很变态。非常变态，我没有很爱喝汤，然后就直接把它喝光光。而且它的米粉很 Q 哦，它泡在汤里面泡很久还是很 Q。不知道加了什么，很厉害。对。这大家可以去吃，这是推荐。推荐。我们几乎一段时间就一定要吃，就会想念。所以我们以后搬家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，到家啦。到家啦，拜拜。拜拜，要戴口罩哦。哇，今天灰灰的，拍不到。啊，有啊，还是有101啊，你看到？灰灰的。这个是卤白菜跟粉丝，然后我的是那个综合汤。里面有小肠，还有什么？大肠。大肠，还有肉，对，鱼肉之类的，对。综合汤，有姜丝的味道，汤头非常棒。然后这个是米粉汤，哦，这超棒的。它里面会有两颗贡丸，目前是只有一格的，我用两颗在讲。汤头好，米粉 Q， 非常棒。嘴边肉跟烫青菜，地瓜叶，地瓜叶，卤肉饭，卤肉饭。然后一些这个蛋是另外加的，对，各加一颗卤蛋。我是啊，鸡肉的这，对，鸡肉是淋上去，可它鸡肉有点烟熏味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不是我的菜。但它卤肉饭好吃吗？还可以啦，还不错啦。然后它那边会附这个，自己拿，一定要拿。这个是酸菜跟这个辣萝卜，所以必拿，必拿，这你必拿。可是辣萝卜要挑一下，因为它泡在油里，嗯，所以你只能挑里面的萝卜而已。而且它饭很 Q。饭超 Q， 饭 Q， 饭 Q 很香。好。